四海扰攘，却是一战雄才之时。纵览神州，有心雄自立门户，亦有人心怀汉室，意图光复其昔日荣耀，再塑红军之势。 主公，注意！ 人口还算稳固。
Meow. Run了。你若心怀天下，如此倒也合算。 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。 你若心怀天下，如此倒也合算。 如此小小举动，可使你我关系更加牢固。 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。有话快说。 很高兴见到足下。 很荣幸再相见。 吾等耐性有限，来说吧。
前进。谁在叫我？谨遵命令。行动如一，路径明晰，迈向胜利，准备伏击。绝不动摇。心有所欲，隐而导之。要如高山一般屹立不倒。
我的目标十分明确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，见识一下我们的激情。进攻！乱军终于得以平息，此城归我军所有了，请下命令。稳住阵型，众将听令，深谋远虑，全军听令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遂定。主公召我，有话直说，悉听尊便。真喜讯也。别来无恙，有什么可以相互帮助的？欢迎，我们谈谈。说吧。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这里几乎没有人。
我绝不动摇。深思熟虑，至柔如水，以应万变。目标只有一个，新芽结花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可无忧也。武器开战，杀，打起精神来，振作起来，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，锐不可挡。憧憬胜利，尔等必将无往不利。汉贼何当落得此下场？坚定不移，全力奋战，则战无不胜。杀呀！大人有何贵干？大人到此，蓬荜生辉。打起精神来！大人有何吩咐？开战！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恪守职责。遵命，准备行动。准备伏击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遂定。来谈谈吧。别来无恙。
好的，请。很容易，真是浪费。吾等耐性有限。相信直觉。打起精神来。开战！我已准备好作战了。这里几乎没人。保持原样，拿起武器，听命。快点。勇夺荣耀。向前进军。打起精神来。原地候命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势如狂澜，启迪智慧。想问点什么？该当如此。
真喜讯也。老友来访，甚是欣慰。稍事休息，然遍天下。设宴摆席，欢呼庆祝吧。此诚甚善，先收下了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大人有何打算？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遂定。谁在叫我？心有所欲，隐而导之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快点！开战！不可能这样做，真是不可理喻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我们必须重燃斗志。我们不会攻击你的。如你所愿。
那我们开始。我方同意。我们来商讨一番，仔细想想。算是谈妥了。不露声色。心有所欲，隐而导之。武器，释放怒火，消灭敌军，燃遍天下，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摆设宴席，欢呼庆祝吧。还是有些用处的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遂定。恪守职责。悉心节欲，待时而发。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全力奋战，则战无不胜。都放了吧。听命。
心有所欲，隐而导之。我们来开诚布公的商讨吧。朋友，欢迎。请坐，我们谈谈吧。我们不会攻击你的，慎善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振作起来，
恢复原样，点燃激情，痛击敌军。智略所指，我之所在。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吾心明矣。一统天下，剑已出鞘，群山巍峨，引人攀登。祝你好运，准备作战。准备出击，进攻！我等举义，皇天相助。其心奸邪，罪不可恕。释放俘虏，此等匹夫。
尚不自知，切莫动摇。准备作战。切莫动摇。准备出击。天意所指，刀矛所向。没问题。释放俘虏，且准备作战。我自心，心怀大道。尖盾护体，利剑杀敌。请进，何妨平心一叙。欢迎，阁下请讲。有话直说。打起精神来，释放怒火吧，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门外何人？出发，烈火燎原。天所助，我军必胜。随我来。真是浪费时间。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打起精神来。陛下如何？如你所愿。
请下命令。秋收时节，万物永生。悉心节育，待时而发。该当如此。相信直觉。开战。我军所向披靡，智如流水。该当如此。大人，悉听尊便，有何吩咐？准备出击，注意，继续勇攀高峰。你叫我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